下午好，Hello，大家下午好。谢谢杰克送的缘分项链，谢谢冰彻神送的糖葫芦，谢谢林莲送的红玫瑰，Hello Hello，大家好啊！下午好，是拿歌单，可以帮我拿饮料吗？对啊，aespa 这个月这么多作品，没有啊，都同一张专辑的，就是都是同一张专辑，谢谢。阿玛给等。都是阿妈给的。下午好。听什么嘞？一首抒情的，有吗？不是《Live My Life》吗？最近不是出《Live My Life》。那算抒情，那不算抒情。谢谢他刚才送的双手比赞。Live my life，我用过哦，没有，我用的是那个 long chat。那时候他还没有出 MV 的时候，我就很喜欢。Hello，Hello，大家下午好。又卡，好卡。好听就是，对，没错，很好听。他说：“这个是 SM 的出道曲合集，然后现在是 HOT 的。”谢谢 TS 送的缘分相遇。Hello，Hello。饮料拿去哪？在这里啊，我拿了。谢谢肥象送的红玫瑰，这个你熟？竟然。没错，
我昨天半夜在多粉上发了一个阿费，四十首先。剧情的几个哭点啊，脑筋急转弯有哭点。有吗？你不觉得一样吗？我的那个跟阿飞还在上班啊，看到 B3 哪里？真的假的？哪里啊？我在搜寻哭点。谢谢戴伟送的一颗心。啊，怕剧啊，确实确实，有些人还没看，确实。好，那下个礼拜再来看看。下礼拜再来说。我一定没给，对。跟大家说我。啊！可是，一般哭点我大概都会知道啊，这边有点感动这样子，我应该都会说啊，我知道这边有点感动。就虽然我不感动，但是我大概知道这里是感动的点这样。这个是1996年的歌。我何止是 T 人，我还 S 人，我是 ST 人，完全太现实了。嗯，自己的内心戏比较多，有可能 I 人，没有，你要看后面的内心戏比较多，你应该是 N。INF 应该是 INFP 开始乱猜别人的 MBTI。 FF 哦， ISTP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哎呀，可以被，哎，可以被这样有被感动的一天吗？哎 ，CP 有被感动的一天。对啊。嗯。他说你也是 ISTP， 好像有看到，好像有看到说哇，有人跟我一样。你是 SJ 的人啊？我不是 SJ 的人。八月耶，要来了。水饺。
ISFP， 笑死。在那边，对，现在才吃午餐。这个好像还有粽子，嗯，还没吃完。好像水饺是韭菜，韭菜水饺。五成化的出道曲，哇哦，哦哇哦，我没看过哎。水饺都吃几颗哦？水饺，你拿几颗给我？那边九颗，这个就算是比较小颗，然后很好吃，你就吃比较多一点。我平常都吃几颗，平常好像是五颗，五六颗，我平常吃五六颗。哎、嗯啊，这个你上次觉得很好吃，有多吃？啊，也是差不多吃到八颗。好吃的会吃比较多，不好吃的就五六颗。然后锅贴只能吃五颗，而且锅贴有吃两颗，我就会觉得不想吃了，但我们还是会把它吃完。锅贴太大了，都被说几岁要吃几颗，哈。那这样五岁只能吃五颗，啊，没差，那我五岁就够了。但一般正常的不是都十颗吗？十几颗，十颗。对，所以我还是五岁，没错。哎呀，我今天年纪比较大，我今天他帮我装了九颗，但我会不会吃到又是另一回事。看看啊，现在第三颗还行。我的歌都反战，三颗不行，为什么？怎么那么快？有的很大颗，我不知道，没什么遇过大颗的水饺，半个拳头。以前家里都住二十块啊，对，外面都用颗，一颗什么三块，一颗四块，这是涨价，一颗五块。
忘记了。很少有五块的吧？都几块？七八块了。破掉了。啊？破掉了。啊？这怎么会破掉？这个牌子就是我从第一次煮这么多年第一次，那应该没有，那不是破掉。没包好是不是？对。你夹起来把它夹破。现在八方有小数点，我不知道八方有小数点了，也太酷了吧！四舍五入嘛，那应该就是四舍五入，是不是？敬畏，好酷啊！他说八方现在是小数点哎，然后要敬畏，很酷哎。不想出现小数点，现在变点五啊，变点五，那就要点双数吧，确实，不是点四颗就要点六颗。那你说你硬要点单数，这样可以点吗？反正他就不让你点。可以，嗯，懂了，所以就多一块钱的意思。我真的很准，开始保的时候是第五颗，等一下应该还可以吃，只是我现在先保了，再等等。五岁的实力，没错，五岁的实力。我好想看那个脑筋急转弯的影片。五岁不止五颗吧？我五岁吃几颗啊？五岁吃几颗水饺？你五岁？你觉得我可能记得？你想一下，脑袋动作。嗯，几颗？那真的没印象了。好吧。搞不好可以吃七八颗吧。小时候挺会吃的。对啊，我小时候敢吃红萝卜哎，我是可以吃整根红萝卜的人。嗯，现在不行了，好难吃。现在无法，太难吃了。长大给董事就不吃。对啊，董事知道那叫什么叫难吃啊，就不吃了。
是长大学会了什么叫难吃。听有人说你超挑食，对，我是挑食有名的。谁啦？谁说我挑食？谢谢 Teddy 的分享。对，也不是新闻，确实大家都知道我挑食。对小孩子来说味道算重，但是我小时候敢吃，长大之后不敢吃。都你什么时候？但如果旁边有人可以帮我吃，就是刘小晴，刘小晴什么都吃，所以我把挑食的东西丢到他碗里面。谢谢北宋的缘分相遇。不敢吃，长大敢吃的没有哎、欸，好像都没。唯一一个是就红萝卜啊，红萝卜我小时候敢吃，长大不敢吃。唯一一个是这个，其他都是从小就不敢吃的东西。啊，好像有，我小时候很爱吃，长大不敢吃的那种，通常都是吃腻，嗯，那就不吃。有，好像有什么？三明治。嗯，那你们呢、啊？院长那时候不是红瑞珍三明治很有名，每天早上都是红瑞珍三明治，然后我真的吃到我到现在都不怎么吃三明治，很可怕。帕家狗第四名没有啊，帕家狗第二名。什么是出道曲啊？我听到现在我才发现不对劲，为什么它是出道曲？啊，十三人的出道曲吗？好吧，那其实没有，我没有要看，我没有要看台湾，我们要看全部。其实我那个真的不行，我真的没办法吃，现在还是没办法吃，快十年了，还是没办法吃。你看那个祸害我多深，就我看到它我会闪避了。我们当然要看全球排名啊，全球排名比较厉害。奶油有奶油，我不知道，太久没吃。还有什么？大部分都有吃腻，意大利面也不怎么吃，其实。嗯。奶油那叫什么？奶油意大利面那个我不吃。白酱的。白酱的，因为我不知道，突然有一天觉得它好油。那就不吃，所以我后来都吃，对，我都吃清炒。但你那天买的那个我，那个就是他突然没有你平常吃的那个、啊，那个我有点吃不了。后来我再看他又有出来了，可能那天卖完了，都没看到，对啊，料卖完。还有什么？我不吃，我有一阵子不吃拉面，现在吃了，现在回去吃了。拉面也是因为一兰吃太多就不敢吃了。像刚刚说的红玫瑰，每一道应该是两三年，就是不想吃，不敢吃有酱的意大利。没有，我拉面很早就开始吃了，大概
去年还前年就吃了，但有一整年，一年还是两年不敢吃。感觉葡萄没有一篮的精华就在那个辣粉。哎，我的辣粉还在吗？对。啊。对，我刚刚忘记了。你说加这个？没有啊，这样吃好像可以。不要浪费，加在那个面皮啊、哦，面啊，面皮。哦，加在面。我想说面的时候再加。看一下，台人吃一篮辣粉，跟你讲，一篮辣粉真的太好吃了。一篮辣粉真的太好吃。去拉面店买？对啊，没有辣粉，在唐吉诃德就有买了。我在去那边买辣粉，那个辣粉真的太好吃了，一篮精华就在辣粉。七味粉没有，不是，那不是七味粉，那真的是辣粉，一篮辣粉，不是七味粉，七味粉不好吃。我不是七味粉啊，居然能撑上。跟你讲，他们辣粉很香，他们辣粉真的很香。我五倍辣吗？我有点忘记了，五倍，我五倍辣。啊？怎么还是没有？啊？怎么还是没有？哇，怎么又还是不行？为什么啊？对啊，为什么一样啊？更新吗？我有更新吗？我有更新了，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更新。谢谢 Max 送的可爱羊驼哦，可以再吃一颗。啊，这个比较小，感觉比较可以吃。因为我的都自动更新啊。后面兔子很可爱，对呀、啊，我也觉得。我觉得他们家的出道曲都很好听，但是为什么 NCT 的长那样？突然觉得，大家的都很好听哎。都很经典啊！啊，一二期那个叫做那个妆照真的不要再回去，自动还是要检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好久没开自动了啊！真的不知道哎、欸。那我不知道有没有更
更新欸。我来看，算了，不会用。算了，不会用。放弃。真的不会用，我放弃了，快速吧。不知道按哪里呢？对啊，这个需要慢慢看看。啊？App 然后头像 ，App 然后头像，没事 ，App 头像。开 Store 啊，要按开 Store 是不是？是察觉名字白龟鸡司机，吓死！哎，对，我是喝什么、啊？决明子奶盖是不是？决明子，我太久了，完全忘记。哎呀！觉得名字奶盖，嗯，谢谢。为什么停在这里啊？我自己会忘记我买什么、欸，拿到服装吊饰时没有哎、欸，我没有，我没有哎、欸。来看联播，哎、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联播哎、欸。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连播。谢谢姐姐送的红玫瑰，不能在这里吗？可以啊。想说，嗯，这时间你不是应该在小琴那里？对啊，我不知道耶，不知道啊，小青关了，拉扯拉扯拉扯，午安午安，显示还开，它应该只是重开吧。谢谢博腾送的糖葫芦，让 bug 掉，它重开了。果蝇多啦，现在夏天果蝇很多。为什么有？为什么有嘞？啊！那就真的是手机问题了。我换了一台手机。哦，你换了一台啊？有可能。为什么、啊、你那台手机？可是他没办法更新啊，他就
他就也没有要更新，就是他没有更新的那个按钮哎、欸。啊，好怪哦，那就手机问题。Hello， 林妮妮。Hello。在干嘛？不知道。我们刚刚原本在一点快到两点的时候，我说两点的时候跟你联播，然后他们想要看那个广东话。哦，可以啊。我会、哦、你要讲那个？你说、啊。你记得什么？我还浪月关。好悲。就上次看的那个，上次看的那个。哎，我打给你。我可以打，我不能打给你，因为手机在直播啊。打那个字给你。好，我忘记了。你还记得什么？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讲超多废话。我想一下。想不出来。还有一个，你看，就是各位，你看，就是这样子，就是教那么多，就是教一个空虚。我会自我介绍啊，我还会，好，你说，我还两个女，无语啊。只记得这些。这哪里？在 Line。 哦 Line 哦。啊，我忘记了。大家赶快，好可怕、哦。我知道，我知道，哪一个？你打那个广东话啊？那个想等一下哦，等一下，等一下，我打日文，你看得懂？可以吧？笑死！哦，你是不是在整我、啊？赶快，港人，港人们，竖起耳朵啦！我看看啊、哦，你要加点语气，还能有什么语气？那你想象一下蔡恩。哦哦，嗯，哦，蔡雅恩那个，嗯，好难，好难开口哦。好，你想看一下刘晓晴，刘晓晴来。刘晓晴，刘晓晴没有在干嘛？好，会不会根本听不懂？有可能，也有可能。试试看。但大家，因为我真的，我们那天看的那个综艺，它就是有很肉麻的东西，但是这已经是比较还，我觉得还行的。肉麻的，我直接从我脑袋里面剔除了，我根本不记得。哎、欸，我记得我有一个那天一直在讲的那个什么，有一个什么不要什么要什么还是什么？我不要知道，我先不要提起我的。好，来、啊，我先这个，我先这个，比比猪，是猪，比比猪，猪，我想你男男吗？对吗？差不多，差不多。你再念顺一点，你要示范正确。我不想示范哎、欸，
我忘记了。好，我是彩，我是彩，我是彩。小小雷，北北居，北北居，弟弟居，阿山雷蓝不蓝嘛？兄弟蓝不蓝嘛？嗯，哎，我这边都听不懂，大家听不懂，这已经还好了，真的还好了，我不想念那个，我想念那个是什么？有一个那个什么？什么是叫这次是念这个吗？哦，是什么来着？忘记了。什么来着？是什么呢？啊，那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蓝蓝蓝蓝的意思就是抱抱，蓝蓝。我觉得叫 BBG 就已经很那个BBG。没关系，我这边都听不懂，只有你那边听得懂。我就说那天一边看那个影片，然后就是没有你的感觉那么深刻，因为你是母语者。而且他们是真的讲得很肉麻的话，就是连中文都不会讲讲的那种，连普通话都不会讲讲。我忘记，我真的忘记了。对啊，我也忘了。那个，真的。我有好几个词，但是我实在是没办法说出口啊。我很想，我只记得那个。有人说学这个要什么时候用？不是，我们的聊天室是共同嘛，应该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的聊天室应该是不一样的，对，不一样的。OK， 唉，还有什么？来学别的吧。你今天赶快再学一个，你学什么好嘞？大家觉得教林允什么好嘞？我上次教的，在路上教了他很多，他好，其实我也不记得，但他也不记得，搞不好记得啊。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啊，我有教你，我想想。我冷冷，我冷冷心，我冷冷，我冷心。我想先想一下，冷冷，你要说碟子的，嗯，我冷冷。我说林宇，你会什么广东话？我冷冷，心，我冷心，我冷冷心啊，我冷冷心。我想想先，我先想想，我先想想，嗯，我冷冷西，心，心，嗯，这还有一个，我哎，冷冷跟冷冷，冷冷是那个，宝宝，冷冷是那个，冷冷是，冷冷。我看一下，我找这样吧。哪一个是哪一个啊？上面是想想，蓝蓝是那个，好，蓝蓝，给我蓝。突然很标准，因为突然看懂了。对，蓝蓝先跟蓝蓝。冷冷心，冷冷。哎，你听得懂吗？广东话，你现在都听得懂？对呀，小时候问我妈听不听得懂。你讲啊，你说那个，我传给你那个中文的那个第一句，你跟你妈讲。他刚刚都有在听啊，他刚刚都听到了、哦、啊。嗯，那你讲一句你会的广东话。我不会，
不要，你干嘛？你不是以前听得懂吗？算得很高兴的时候，但是很久以前我在看港剧的时候啊，我年轻的时候，怎样年轻啊？现在多久没有？30年了。哦，有哦。哦，好吧。就是超过30年，那就不勉强了。那听起来，对呀、啊，记忆不好。嗯。好吧你都学成这样了，你看看。我会啊，哦，狼狼飞都不记起来啦，学了都没再放进去的。来来去只会说我靓女，我靓女。我永远只会那两句。有啊，我多了，我原本只会自我介绍，我现在会欧海两女。好好笑、哦、对啊就这样。我今天有哦，狼狼星，这个是上次，这不是今天啦、哦、我上次我今天恢复记忆了。好的，我今天记忆恢复好像、嗯、什么上次很多，但我觉得我对啊太多了，没有在用，比较看得懂。有啊，上次看那个节目、嗯、我发现我看得懂、嗯、看得懂欸，好厉害哦。有啊，有进步，有那个语感，语感有提升。对对对对对，但是我有一次跟我妈妈聊电话，她还是没 她就是一句都听不懂。很快，太快了。确实确实，对，你要完全没有一句听得懂。还有什么可以教？今天再教一个吧。今天教什么嘞？你想学什么嘞？学一个你平常会用的，然后你如果你在日常你要讲的话，哦哦哦，你日常要讲的话，你就直接讲广东话这样子。好，例如什么嘞？大家好，不记得啊，今天吃什么啊？今天吃什么？今天我、哦、感觉你会耶，来呀、啊、今天是什么？今天你觉得今天是今天哭了？今天的广东话是什么？我今日，今日，今日，好难念。今日是冇冇哎。咦、欸，卡住了！吃什么？他怎么不见了？小心不见了。对啊，没醒没啊？小心不想教你，他自动退出。今日醒没啊？那你听我讲，今日是咩啊？我在问他，他说手机过热。我在问他，小心他也没有小心，因为他手机过热。他说很像，但音调不对。今日食咩啊？今日食咩啊？咩？食咩啊？啊，今日食咩啊？
我们现在变很无助。我现在在求解答案。他手机过热，各位，刘小晴手机过热。啊啊，小易来了，哎，但是没有没有，我不能 call out。Open book 的考试，我已经给大家听。今日是咩啊？我不知道这对不对。啊，他说差不多。哎，是吗？今日。那你听我讲。他说他手机，手机过热，他不播了，他播完了，大家再见。他手机过热，但他说差不多。刚牙醒没醒没啊？刚牙醒没啊？哎，我很厉害啊！你看他刚刚没有跟我说，他说感觉你会，我只问了今天怎么讲，我说刚牙，然后醒没啊？你看，我很厉害。谢谢光菜送的仙女棒。刚牙醒没啊？谢谢杰克送说说你，语言大师。刚牙醒没啊？有天分，但想了一下，刚刚想了一下，刚也是咩啊？对，小晴过热，手机过热了，他说下次再见。谢谢杰克送的会员票，谢谢杰克送粉红兔泡抱抱。啊，怎么这样？你继续吃我的水饺，冷掉了，但冷掉的皮更好吃，因为它会硬掉。我喜欢吃水饺皮，我喜欢吃水饺皮。面靠明珠段，为什么呢？不会牛奶还好，因为我喜欢吃硬掉的水饺皮。都很奇怪。没有，刚刚他们两个在打架。你先偷看我的。没有，你先biang他的。那他是干嘛偷看我？他眼睛大不行啊。
他眼睛很大啊。妈妈做了妈妈妈妈变的木木。谢谢沈腾送的香槟。是变的木木。他们不是世仇吗？他说你们是世仇哎、欸。刚刚那只是什么？它是木木。你们知道以前有一个卡通叫木木抱抱，大家可以去查，很可爱。变种的海豚。维基百科是写海豚跟什么白鲸哦，我也不，所以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它到底什么动物。跟弟弟抢的木木，没有啊，他送我的，他送我的海豚那个耳垂嘛，我就不知道他是什么动物，他很酷，他 ，Hello 刘小琪。好久不见了，对啊，木木没有，不是骗来的。我跟他说，我跟他说什么？这个可以给我吗？他说好啊，然后就拿了。啊，毕竟他也才两岁，什么都蛮好啊，好啊。木木宝宝，看一下。但我以前真的查过，他说他是。它是，我看一下哦，它是什么？它是鲸鱼和海豚的综合体。对，维基百科上面写它是鲸鱼和海豚的综合体。两岁不最会手表，没有，他说好啊，不知道。这件事本身就很吊诡。还有谁？我只知道金鱼的部分在哪里，就长得比较大只吧，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啊，它原本长这样啊。它是长这样子的，它是长这样子的，鲸鱼跟海豚的综合体。跟大家说，它还会坐着哦，用屁股坐着，好可爱。怎样？你看，对啊，那好可爱，很可爱。那你看你那一只，差不多啊。你好意思，差不多，哦，很可爱耶。没有耳垂就变光头，确实没有耳朵，确实就变光头，那真的是不行哎。
可爱哦。不要做成娃娃，不会啊，娃娃也很可爱耶。我们家有好多只哦，看 OK 耶，我这边看有网络耶，看 OK 耶，我这边看有网络耶，为何卡住了吗？好了。啊，我的电脑不动了。好的，然后我电脑不动回来了，因为我看这边都是干嘛。你会怎么了？还行，要调上一度。我看有没有洗鼻水，因为我看它还是绿色的。我的网络吗？没有，但是我的网络还是绿色的、啊、就是它网络不好会有红色的，但这边还是绿色的，奇怪。哦，有哎，他有那个哎、欸，演过哎、欸，《爱就在一起》里面有木木哎，台剧，是哦，方东城演的，好像，里面有木木，酷啊！以前木木还是很红的、啊，真的，以前，啊，现在停播了没？停播了，对、啊，就。早就停，对，看多少人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知道机场里面有吗？嗯、桃园机场以前就是前几年才把它弄掉的，它以前在那里站着。是，站着。啊，它以前就在那里站着、啊，多红啊！因为你不是那个年纪的。哎呀，我还特别去租那个 DVD， 像这样，还特别去租 DVD 耶，租木木的 DVD， 然后每天来听木木。好听吗？他是不是就不会讲话？他就摸这样啊。嗯。那为什么我们家这只这么多？因为我养的。这只吵死。因为我养的。顶嘴，一天到晚顶嘴。小时候看过，以为很小众。那时候很多，那时候都看过。那时候整那散步，每天就在看。对，我每天都在看。我记得我还租过什么、啊《天线宝宝》。那时候你多大？不知道，小学吧，幼稚园、小学。DVD 时代，感觉差不多的，幼稚园，小一、小二那种，很小。对啊，我好像就租了《天线宝宝》跟《木木》。嗯，好像就这两。哎、欸，珍珠美人鱼是看卡通的，电视。珍珠美人鱼看电视。对，我就租了这两部，然后就回去看。说你好，你好，这样。我以前最喜欢，对，这三部卡通确实。珍珠美人鱼、天线宝宝跟木木宝宝，以前最喜欢这三部。还有什么啊？是没有了。哎呦，魔法咪噜咪噜，但有点忘记他在干嘛了。我只知道他屁股很可爱。你知道魔法咪噜咪噜吗？然后以前麦当劳有出那个玩具。这个没印象，那我很想要吃。这边是不是因为你没什么在看？对，就是比较少看，我只喜欢他的屁股。就以前麦当劳是那种那个转转转，然后可以动的那种。哦。转转，然后他屁股会动哎、欸。那我觉得没。超可爱的，以前的麦当劳。哎，这
整理你东西，是不是就很像你有一只蜡笔小新？对对对，我有一只蜡笔小新会动。原本很想丢东西，后来看到他，想说他不能就玩一下，转一转，哇，还蛮可爱的，就放着。他不能丢，他很他很贵，他是盲盒。嗯。那个你看他，你有看到他在爬吗？有啊，我就是看，然后想说好吧，来玩一下，然后转了啊，好蛮可爱的，所以他就被留下来。对啊，那你有看到我的发呆妮妮吗？他不见了。哎，我没看到啊，什么发呆妮妮？有一个妮妮，然后发呆，然后这蜡笔小新扭蛋，那个没有，没有扭蛋，他不见了，他不知道去哪了。我对这个没印象，他消失了。你东西一大堆。对啊，那个那只在哪啊？在这里，给你们看它真的会爬，它会这样。你看，不行，那要平面。哦，对呀、啊，那要。你把一本书啊。你那本书那么厚，放在那里看行不行？对啊，那么试试看。织品实验鉴定学。你要转吗？对啊，哎，要看侧面才有屁股啊，还是背面？有吗？有吗？有看到吗？超可爱。这个很贵，对啊，这个很贵，好险没有，好险没有丢。这个真的很贵，但真的很可爱。啊，怎么坏坏的？等一下，它有点坏坏的。哎哎哎，它超可爱，它超可爱，看它爱爬不爬，它有点就坏坏的这样，它上面有轮子，它超可爱的。地平检测器，它超可爱。现在水潭上的紫色泡泡，这盲盒真的很贵。好像我是直接买拆开的啊，很贵。那个前阵子，现在还有卖。我前昨天经过盲盒店还有卖。昨天经过那种夜市的那种盲盒店还有卖。我买直接拆开的那种，虾皮上买直接拆开的那种，所以更贵。不确定，牡丹直接包它，就因为其他你也没有想要，就它这个钱等于可以买两盒啦。其实，但因为包它有四款，所以就觉得算了。有妮妮，没有妮妮，妮妮是另一个扭蛋的，只是不知道被我丢去哪。妮妮超可爱，在日本扭的，然后不知道被我拿去哪。
其中他直接被我踹脸，救命！五款，我记得没有很多，四五款吧。大家一起分，可是其他因为大家都想要这个爬的，所以爬的很难收，就大家都只想要爬的这只，爬的最红，爬的真的很可爱。再玩一次啊！拿平板啊，拿这个。这不好爬，等一下，用这里。啊，太滑是不是？五款都是小型，对。嗯，嗯，算了，那在平面上比较好爬。开心要讲。好危险哦！算了，好危险，好危险，摔下来又不会坏掉吗？不知道哎，让它在地上爬。啊，撞到，好可爱哦！真的是买它来玩的。很可爱耶，啊，是四款，那平板很高兴，平板粗差一点的地方我不知道哎，粗差一点的地方，小新家的乐高啊，你是不是有给我看过啊？小新家的乐高，好像有，是不是？我打蛋乐高，虾皮500多，你说那一盒吗？你说挑款的500多吗？痛车是什么啊？乐高弹到版权不知道哎、欸，对啊，乐高都很贵，乐高都超贵。刚那一500多，对啊，就是挑款的都很贵。尤其是那一只爬，其他可能300之类的，但那一只就爬的那一只，因为就大家都想要它，所以就很贵，可以买两只。对，我就直接买，毕竟是盲盒，对啊，好贵哦。布鲁斯的星期一，双层乐高2款，哦，但好险我对乐高还好，因为还要自己拼，乐高自己拼麻烦，但很可爱啦，真的很可爱。对啊，就很可爱的。怎么它一直在往下掉？哎呀！
没错。我现在很想看那个脑筋急转弯的影评，就突然很想，还是我关静音看。第二节影评，对啊，想到哭点，对啊，3850超级贵。天是往上跑了，对，我看过了第二集的影评，没错，不要了不是算，有啊有，你有说不是算他，谢阳刚送红玫瑰，压到那个展开，没有，他刚突然跑到在讲那个木木那一段的留言，然后想说嗯怎么那么上面，很想看呢，我看看，我先看看他会讲什么。等一下哦，中午好，哦，对，是哦。好大呀！谢谢四毛的分享。那个好大，我是没有。哎呦！现场怕需要举手，没有，我只是说我会关那个声音，先看看。类似，在韩国。那我来看彩蛋好了。
都没抢到红包，我也没抢过红包，我自己也都抢不到。下雨了，不会啦，下午就不会下。对啊。我等一下，没看到，等等哦。嗯，很难抢，对啊，我自己也都抢不到。好，我来了。没有，我刚刚在看啊，怎么了？我赢。哦，没关系了。没关系，他好烦。对呀、啊。我来看看，他说这个是小彩蛋。这影评好像看过，真的假的？我看看，谢谢向上的糖葫芦，我来看看啊。看过了，你们这样听得到吗？会不会很剧透啊？还是我要再小声一点？又很想看，你听得到啊？这样呢？小彩蛋，擤鼻子，真的假的？听不到了 ，OK。我不知道，哎，大家看过了没啊？有多少人看过啊？想看一下。有多少人看过啊？那阿九你没看过？啊，大家都没看过。嗯，还有员工爱心票拿不到了。脑筋急转弯，好，那我这样。在等同学，等我一下
谢谢电桥上的缘分相遇。但我觉得啊，大家赶快看完，看完我们就可以讨论了。还是，但是因为我看电影前，我会先看剧情，就是我是一个不怕剧透的人，就是我会想要先知道剧情再去看电影。凌晨四点发抖粉是没想到，没有，因为我昨天就刚好在修其他图，然后就刚好翻到说，哎，对耶，这张还没有发，然后就顺便发了抖粉这样。天宇，真的假的？去年十月，哎，我也超久没有，因为最近都没有什么电影想看。第一集内哦，我第一集也忘了，我是看到才想起来啊，第一集好像有什么东西，太久了。等一下，一直讲阿飞是谁，就飞飞的那个人，你不觉得很像吗？我连姿势都一样。但是我觉得他讲的东西蛮，算是蛮，就是深层的嘛，就是想要表达的。搭配戏份不多，确实符合，确实确实符合个性。今天不会耶，今天会开到四点多，真的算赢不？阿飞就废废的、啊。哦，哦，好酷哦！欸、我真的没，因为我没有再重看第一集，就第一集不是很久以前，所以我完全忘记了。阿木很少，阿木蛮多的啦，我觉得阿木已经算很多了。什么望远镜？哎，《黄雀总动员》的望远镜，水汪汪的眼睛，对，它是水汪汪的眼睛。酷，你好酷哦！然后刷到那个网，很酷哎、欸！哇！看了又想二刷，不会不会，这个不会。你们要一起去看吗？你们要一起看吗？好可爱哦！好可爱。请客好，明天就上，很好看啦，大家可以去看，很可爱。今天星期四，没错。干嘛？你们要揪团一起去看是不是？阿飞，
Oh, cool.怎么样？可以不用看，再见。绿歌，为什么听是绿歌？啊，快转，快转。好可爱啊！My hat. 啊，啊，好可爱哦！可以问绿色 T 恤，穿绿色 T 恤呗，绿哥，好好笑，懂了懂了，好可爱哦，变调，哎，他等一下，他现在没有下雨了，对啊，那等一下就不会下雨了，应该吧，你去跟他说不要下雨了。好，你说。说了。我没听到你说。等一下，别说下了。好。他有听到吗？有。好吧。所以你等一下就都不用带伞。什么什么来历的地址？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印象？番外篇有番外篇，有番外篇啊！有番外篇啊，好酷哦！哦，打工课。有番外篇耶，但我也没有看过。来历的第一次约会，对啊，好酷，我真的不知道耶，我看看。来历的第一次约会，啊，这也啊啊，在 Disney Plus， 哎，我有 Disney， 你有 Disney Plus， 那我有 Disney Plus 吗？有啊，也不影响电影体验，它应该就是完全的番外篇。我忘记我还在不在 Disney Plus， 我来看看。皮克斯。皮克斯球。
说乐乐的台词很有共鸣。最强笑往往是心事最多的，好像有人常这样讲。乐乐，哎，哦，错了错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我。乐乐这集好悠悠，我也觉得，但他很像，真的很像独立人格这样有吗？这叫什么？来历的第一次约会，这里哇，2015年哎、欸，我有哎、欸，我有，为什么？真的假的？我现在是什么什么为什么我有啊为什么我有 Disney 啊，好像是电话这样那个有绑是不是，不确定欸，没嘞，嗯，这首哎呦喂，对，我之前有看，但我以为他没了，我以为我没有在订了，还是就是我电话那个手机有绑，我看看哦，确认一下，不然不要再缴钱了。我不确定耶，为什么会有？啊，对啊，绑在电信里，啊，那要多看呢、欸，我一直没看呢、欸。叮叮叮叮叮，好像就是的那个专案送的，好吧。对啊。可以多看啊，现在来看来历的第一次约会，马上来看。有专案，对。现在聊起来想起来，没错，而且可以顺便看，我还没看来历的第一次约会，竟然有出番，什么时候出番外篇的，我完全没有发现。完全没有发现，还好想到，对啊。
才滑到，对啊，对，谢谢影评，好像我有看影评。但真的很好。会拯救你的人。一转弯会拯救你的人生嘞、欸。人生不好吃。你上次去韩国吃生鸡汤。哦，我不喜欢生。我年纪去韩国就是吓一跳，而且鸡好小。你说生鸡汤？哦，对啊，好可怕啊！所以现在还是一样、啊。现在我看起来还好。就是、一小没有一小瓮，然后打开，然后一小只鸡。没有头，可是啊、哦，对啊，就鸡腿，对啊。可是整个鸡耶、欸，对啊、哦，我不敢吃，后来吓到。就是、除了生人生味我不喜欢以外，它那鸡那么小，就吓到我，看我有阴影。那一整锅我都不敢吃。真的、哦，很贵，那一锅很贵呢。生鸡汤，生鸡汤很贵呢。就像我不喜欢吃什么烤春鸡。烤春鸡是什么啊？春春烤鸡，是吗？没有啊，就烤。以前那个什么有的时候有的西餐它会有烤春鸡啊，那就小小的那个鸡肉，就那种鸡就很小只，就哦好可怕。那个我不知道，没吃过啊。春春烤炒鸡啊，我不喜欢吃春春炒鸡。不知道哎、欸，那我要是那个是千层吐司吗？对啊。啊什么？我要吃。哎呦，好可怕的声音。三三屯马祖。马祖。你看，有啊，可爱。你打开门。看看白沙屯妈祖上面有一个有，吃了会有是不是？看看它是怎样。看，哎，它下面，它上面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口，在下面，那個、口在下面，哦。我刚拿给你那个就有一个。那里有吗？侧边。没看到，就在下面。以前不知道田鸡是随便吃，田鸡是青蛙吗？那个对，恐怖。但是我是说什么田鸡跟那个吃鸡肉吃起来差不多。不知道，我不敢吃。有人说是啥很嫩，是不是？嗯。有点忘记，可能有听过。反正你光想到它是那个，你就不会想吃了。嗯。但他们都说，田鸡跟鸡肉吃起来就很嫩的鸡肉这样。不知道。好像吃过一次哦。你哦。嗯。我觉得很难吃。是。我觉得根本不是很嫩，我觉得有可能是他煮的不好吃。我吃了一口就说我不要吃了，我说我没办法，我放弃。你怎么吃得下去？你想它长那样怎么吃下去？它没有啊，它看不出来啊。可是我是说你本来就知道它是什么，然后你就会知道它本来长什么。因为大家都说很好吃啊，人家很嫩的鸡肉，我就吃了一口，然后发现它不难吃。我觉得是它煮的问题。不然说它没肉，它原本的长相我就吃不下去。十全大补汤没有哎、欸，大补汤没有哎、欸，它就吃起来涩涩的，就没有那么好吃。炸的、哦、炸田鸡，你去炸一只田鸡来看看。不行，拿去吃。不好吃、啊。就是吐司啊。啊！为什么要这样子？你为什么要打他？你脸那么大都挡住镜头了。你脸才大。啊！这，看看你，你看看你。捧嘴巴哦，捧嘴巴，捧想看人家讲。好像是还没解冻啊。
他没解冻，他解冻啦、啊。解冻啦、啊。对啊，他很解冻哎、欸，他完全不冷。哦，这是后面、啊。对，那是后面、啊。可是不知道哎、欸。这个买到不好吃的、啊。我也觉得。你知道有一个是有蜜糖还是什么那个超好吃，有一个蜜糖的很好吃，不知道哪一家。白沙屯妈祖呢？啊，你去问白沙屯妈祖啊，说怎么不好吃。乱说话。哦，你自己嫌弃，你还骂我，我都没有嫌弃，你很奇怪。我觉得，啊，怎么干干的？你就去问，我就觉得还好，都骂你在写，你还骂我。这还没有解冻吧？没有完全。啊，他都已经那么不冰了。我一点都去拿的，我炸完爸爸，我去团购那拿，我那时候还是冻起来了。耶，那不是应该很嫩，一丝一丝的吗？你就去问嘛。反正他都说他是白沙屯妈祖，去啊去苗栗问，就为了问千层吐司吗？对对，爸不会。我又点开了超立方的影评，跑去苗栗。对呀、啊，你看那么嫌弃，你就去问去问。不是果，没有，我刚点开来了超立方的，我不知道，我在看哪里在第一个，哪里看，那好，他就是在讲那个剧情。哦，哎，他说大概很蛮好的评价。妈祖表示，就是有这些人事情才忙不完。你看看你，连吐司也要问。对啊，连吐司的什么问题也要问。啊，你那么多意见，你去问啊。就说说啊。敲一敲。哦哦。哎、欸，好酷、哦！它还延伸那么多。哦哦。这蛮酷，这真的蛮酷的。特别想要那个吊，哪个吊饰啊？什么吊饰？啊，你说那个有那个还好，那个不是600多块吗？我觉得好贵哦，我觉得很贵，我都没有要。对啊，那600多块。那个倒是还好，嗯，我知道了，知道，我有看，没有阿飞吧？好像我不知道哎、欸，我没有看，因为我那时候看那个吊饰的时候是在看电影前，就是我对于那些角色都很还好，就看电影前我就觉得很还好，所以我就没有买。所以看完电影之后发现很喜欢阿飞，他好废。先聊，好的，拜拜。就算我买，我也不知道什么。对，对啊，对，所以就没有什么兴趣。哇，好可怕哦！它好延伸哦，好酷哦。
不喜欢阿娇的牙齿，我觉得阿娇的牙齿不好看，它冷掉。他自我介绍，欸，我忘记他自我介绍什么嘞？我说他自我介绍什么了？什么啊？为什么风那么大？对啊，你去跟他说。能不能真的在顶级的汽车都会被吹走？你去跟他说，不要再吹了。我看看预告，我不知道，但它好多延伸的东西啊。跟人家跳不同，确实。哇 ，Barbie！ 太多了，他讲一句，他讲一句，那个好多眼神呢。啊，六一八过了，八九。在吃，最近比较忙，没什么吃。最近先把确保维他命 C 有在吃。哎，怎么还在延伸呢？我不知道哎。吴磊解析，我们来看吴磊解析，这样就可以听声音了，是不是？吴磊解析，好像有一只一直在那边飞，来看看吴磊解析。补充维他命 B 啊，好像有 B 在哪 ？B 在没有，我没吃 B。哦，少男少女。他的旁白很像《科博馆》里面的旁白。酷哦，他在介绍电子书哎。
像什么科博馆的那种小学常常校外教学要去听到的那种讲解。哎，你水饺不吃了？吃完了。哦，很好。某日，爸爸的工作需要，班里跟着家人搬离了明尼苏达州的老家，来到了旧金山定居。班里对新环境适应不良，脾气变得阴阳怪气，甚至一度离家出走。原来他脑中的悠悠一直忍不住想要触摸核心的记忆。对，我第一集超讨厌悠悠的，第一集觉得悠悠很烦。九颗，跟眼他跟眼见，大颗的六颗，大颗的六颗差不多，因为它是小颗。主轴就是对第一集的主轴是悠悠，就不喜欢他，想打他。酷酷的新朋友。小青表示难过，不是啊，第一集的悠悠真的很烦呢。第一集的悠悠很讨厌，然后就是手痒，你知道吗？第一集的悠悠就是手痒。汤饺好像没怎么吃过汤饺哎。我不需要，我不想看大脑如何运作。他从第对啊，为什么？我觉得很酷，想要看他可爱就有道理，就是看他悠悠的外形可能可爱，就觉得有道理这样。但第一集的剧情喜欢悠悠真的不知道哎、欸。对，可爱的话可以，他确实蛮可爱的，就远远的这样。但他在 Disneyland 很可爱。个性不行，个性可以啦，他个性没有怎么样，只是那个手有点太痒了，在第一集的时候。第二集蛮好，第二集很棒，但第一集真的就有点手痒了。好酷，他真的是科博馆那种哎，生物科学。原来当初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分，在自责，大家才会主动来安慰 Riley， 他也才因此更热爱了曲棍球，进而滋养出一座曲棍球岛了。也就是说，当初这个核心记忆的快乐是来自于团队的爱与支持，并不是 Riley 自己多进了几个支撑球。而在续集里，这一次则是聚焦在个人经验的形成过程，所以你可以看到唯一的玻璃球喂养了一颗跟阿凡达灵魂之树很像的信念之树，也因此情绪之间的内战就是在抢夺各自要喂养什么样的玻璃球给这颗信念之树。有趣的是，这个概念就跟作者在书中写下的文字你寻找什么就会发现什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把这本书看完，他会连接那本书耶。好的，没关系，期待大家看完脑筋急转弯之后来跟我讨论。 Yes， 好，我先念个排行榜。第十名是阿北，是阿北。第九名是千岛咖喱。第八名是 TS。 第七名是丁毛。第六名是金米粥。第五名是戴维。第四名是中和喵喵。第三名是水豚，谢谢水豚。第二名是景深，谢谢景深。第一名是黑杰克，谢谢黑杰克，谢谢大家啊。我们公演见，礼拜六见，拜拜。公演见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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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拜拜。